上次见还是在4年前。2019。2020的话，那就是5年前。对，5年前你的演唱会。2019年11月2日。帅不帅啊？帅。感觉5年后你又长大了，成熟了一些。小螃蟹今天有来吗？好，按我替小螃蟹问一下，你的理想型是什么？我的理想型应该是女生。你真幽默。除了女生以外呢？我自己觉得应该是，我希望她跟我一样都爱唱歌。